大家好，我叫 Alex， 咁我喺 DI 园艺及园景管理读紧三年班嘅。咁我自己本身已经好中意大自然啦。咁喺 DI 咧，我哋系可以透过唔同嘅实习同埋 field trip 去接触大自然嘅。咁呢一种都系我自己比较中意嘅一种学习模式啦。咁就好似系六月份嘅时候咧，我哋亦都同成班 HM 嘅同学，咁就去新加坡进行为期一个星期嘅考察团啦。咁我哋发现到原来当地人对于大自然嘅嗰种珍惜嘅态度咧，亦都好值得我哋学习噶。咁所以我未来亦都会希望可以朝住呢个目标，为提升社会绿化认知出一份力。